现在我们离洱源还有21公里了。洱源那里有个叫地热国，地热国听名字都知道了，地是热的，那流出来的水那肯定也是热的，所以就有温泉了吧。那这么热再泡热水这样舒服吗？会中暑吧。啊，应该就是那个了，那个对，黄色那个叫做丽水温泉假日酒店 OYO。 不是很远哦，其实它离那个高速入口就只有23公里。这有温泉吗？这不是就一个酒店吗？温泉在哪里啊？泉温泉酒店就建在山上的吧？这里到达目的地欧楼丽水温泉，停车应该是在这里吧？位于道路右侧，应该是在这里停车。它那么大个区域，它这里也可以停啊，那里就是停车位吧？对，那里也是停车位。你要停到里面去吗？问一下吧，待会不行再倒出来。好，这就是停车位。嗯，就是停车位，那就停这里呗。好了，我现在进去打一下电话。可以泡温泉的，你看，这里是泳池。哦，这是泳池啊。对，我们的小泡池是在楼顶，在楼顶。小泡池在楼顶。在楼顶。哦。楼顶小泡池。楼顶小泡池。一家人一个池，现放水，那水比较干净。哦，现放的水的，对对对，然后一家人一个水池子。对 对, 对，一起来的一个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如果人多的话，就给你们多配一个池。哦。你们人少的话，就给你们少。啊、你好。是那个有个叫常浩的，他联系我们过来，然后联系一个电话，我现在问一下哈。你在这里咨询一下吧。好。啊，你可以。谢谢你，我们现在去拿那个证件吧，就办理入住。好，谢谢你哈。泳池是在这里。这里有泳池吗？有，这里有泳池。会游泳吗？可以啊，他说可以。我们先收拾东西吧，马上要走了。对他说让我去拿那个证件登记入住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我熄火了。你去把那边机关了吧。我在想是轮胎被漏气了。就是爆胎了。我们车刚停下来呀、啊，你没听到压到什么东西没有啊？一直在响。对呀、啊，感觉是放气的声音哦。嗯，但是气那个头子在这里呀、啊。我在想它是压到什么东西了。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在响，可能又是漏气了，可能是压到什么东西。对，漏气的声音了，这个可能是漏气的声音。说爆了，那你现在赶快去补，不然漏完了你就走不了了。对啊，我们先去补一下。好像有一家是补的嘛，这个门旁边那里往下了是吧？慢慢往下了。对，就上面快走了，帅哥，对，耽搁了，赶紧。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没事，我们等你们。门口这边就有了。好。好像门口这里就有一家。我把这个。就是它这样漏气也能走吗？能走。现在还能走，待会就走不了了。就在门口那里是吧？待会你开过来，我现在人走过去吧。他刚刚说那个补轮胎的在那里，我们现在让他把那个轮胎给开过来了。过来之后，然后直接就开到那里去。什么？钉子。钉子啊？对，螺丝。哇！要赶快去补，快到了。哪里扎的？不知道。那个补胎的不是很远，不是很远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我们先过去把它拍给弄好。20-30块钱。哎，让一下，你们让一下，小心点。刚刚他说往前走，然后在右手边就看得到一个修车补胎的。
他们酒店的人好热情啊。我们幸好到酒店，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扎的，这一路都是好好的呀。对，只是说它有凹凸不平呀。嗯，然后就是过了那个减速带，路上都没有什么坑，就是那种钉子呀、石头，我们怎么压？结果他说是一个钉子，你刚刚看到好大的个钉子，就是那个头就这么大，这么大呀？对，那应该是减速带上面的吧？不然呢？谁马路上搞那么大个钉子？有病吧？补胎的人扔的。补胎的人扔的。哎呀，好晕啊！就这里了，到了，还好到了。那就这个钉子看到了，很大个，很明显。这边路都是凹凸不平，这样就被扎了。这是要补的吧？要补啊！啊！这个落不落啊？就这个，这边。一点点就扎进去了。对啊，一点点就扎进去了。为啥呀？不为啥，因为它是钉子的嘛。不为啥，因为它是钉子的。没有多，这么一点就把那个给扎烂了。这不叫一点哦，那去西藏那些全是石头怎么办呀？石头也不会那么尖啊。取内胎是吧？它是要取出内胎是吧？没有内胎，这种是真空胎。哦。它只有一个外壳，没有。哦，只有一个外壳。现在正在修补这个胎，哎，第一次扎胎了，马上就弄好了。他这个动作很快，一下子就把它给胎给补好了，没有耗多少时间，已经把胎给补好了，一会儿功夫，现在装上去，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我去给他付钱。我们补了胎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又回到这个酒店。直接进去。对，直接进去了。现在我们进这个温泉酒店了。给我们住了一个豪华套房，680，看一下680。我们现在上午了。我跟他说我们在电梯，网络不好。好了，到了五楼，哪个？我刷钱。对，唱卡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哇，这房间大哇，这套房。对，是一个套房。这好大的厅。里面这边还有小泡池啊。哇，这么大。温泉是在楼顶是吧？这里也是温泉，都是温泉。这里也是温泉。对，只要你们来这里都是温泉。楼顶也是啊，楼顶也可以去泡吗？可以去泡。哦。咱们现在上去看看也行。对，我上去看看。嗯，好嘞。带你们去看看。楼顶也有信号吧？有。哇、哦，这个，我们到楼顶呢就好一些。哦，每一个池子要现放水的啊。对，它是现放水，它一个家庭现放水，一个家庭一个池子。这么大的水，我给你这么大。哇！关了吧，我们看一下就好了。他有人来了就现放是吧？对，这样一个池。现在他们带我们去吃饭。卡了。哇，这里面有人游泳了。我也好想。这个水很烫的，刚刚去。是热水的。热水。那挺好哦。
那我们待会先去游泳吧。不要再弄了，就我们两个人啊。啊，没事，咱已经弄好了。再弄好了。天啊，这是大理的什么鱼呀、啊？酸辣鱼。酸辣鱼。这是烤乳扇，鲜牛来做的，上面还有白砂糖。这个是酸辣鱼，四条鲫鱼。我猜这是螺丝啊！啊，对，十香螺丝。十香螺丝。十香螺丝。不要再给我们弄了，我们吃不完了。这四条鱼都好大。吃一下这个螺丝肉。我也尝一下这螺丝。应该很好吃。嗯。嗯。香辣的。嗯。也有花椒。对。那上面有这个干辣椒，螺丝肉，咱没吃过螺丝肉哎。它这个螺丝好吃，就是没有那个壳，全是肉，啊、直接往嘴里塞就可以了。不需要自己挑哈。对，我们吃的太饱了，蔬菜被我们快吃完了，这两个实在吃不下了，这个吃光了，还有一条鱼。阿龙，你加油！我吃不下了，我去拿泳衣啊。